十九哎，我等一下要骑摩托车。啊，是我骑。哦对，你也喝了。还没擦。你去把那个好。对。好烦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天哪，那应该叫你哈哈的吧？你就叫哈哈，以后你就哈哈，嗨哈哈，我们去跟你讲。好。接下来。准备要回家了吗？你看手表吗？准备要走了，是不是？估计不唱情歌，一唱就老要怎么着？刚好气死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最幼稚的传递。你好，好帅哦！好帅！你们那个贴纸是今天才贴的吗？之前就做了。等一下有需要印章的，我照画送。OK， 我跟你讲，还可以亲你。明天的贴纸真的不用去拜拜，还是你们想要嘴哥的？好啊。真的不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，我刚刚突然灵机一动想要唱首歌，我现在突然忘了。林仔有没有想要唱歌？没有。真的？那我们就结束吧。拜了。啊。你们真的很酸的，不能接受吗？好了，也别勉强。钟伟，钟伟，钟伟，小不容易。其实我们就是有抓到，你知道每个艺人的每个艺人应该有的那个特色。其实艺人当艺人就是要特色，对不对？你请我们家属来一下。其实我不会，我不会。那有听说那种在开那个在星光大道开演那个就是什么签唱会嘛？对。然后我们看到他，我们想说，我们去那边排队会不会太瞎？毕竟我们是大圈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自以为在这境界了。然后我们还故意走过去装不屑，然后一边在那边听。叫他拿手机哦，然后这样，吼，吼。然后我们还在自拍，在他面前自拍。你看。我们已经，而且我们就是到，就是每次去厕所，然后那边洗手，我们就可以照个镜子，可以照个差不多五分钟。你才五分钟？随你十分钟往来播，是你的十倍。其实我今天原本经过星光，不是星光穿越啦，是汉神啊。今天我经过汉神的时候，我原本也想要留在那边，可是我就今天这边有表演，所以无法。你知道我们又自以为什么的？你知道今天那边是谁吗？戴一鼎。那我们就。还有一个，不是你有一个他的师弟吗？哦，他们都有忘词关系吗？我最后一个，我想两三分钟，我想花我两三年才够，你说我懂不懂？就看你有没有好笑，对，超多的。有没有好笑？你要上去，我先上去啊！你上去，刚刚要签名。可以帮我把这个拿给周杰伦吗？猜猜看他会有什么反应？你走得出来的话，记得跟我讲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太快了。说得出来后就是。很顺利，大都脸红了吗？我在抉择。其实讲半天啦，晒了半天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最后一首了。好吧，我们唱啊，最后我们还有一首新歌哎，这首歌先不要唱，你介绍一下，因为这是你写的。他写的了，哎，他一开始是好帅哦，你可以搞到这首了，我就觉得这首歌超神，所以大家不喜欢太神的。这首歌就是一开始他的词曲先出来，然后他给我修改以后，我觉得应该要再加一段，所以说。我跟妈妈又写了一段，所以说词还是一起写的，然后曲好像他写的，然后词是我们一起写的，所以说这首歌又是怎样？完美。需要我再教你们怎么拼吗 ？How to spell perfect? P E R F E C T. Let's talk.
In English, September 2, conversation 8. Conversation 8. What does the Mary fuck? It's a woman. 够了。然后这首歌反正就是一首就是哈哈够了。哈哈。哈哈。叫妈妈好不好？妈妈对小孩子生气吗？啊，不行。我刚刚我舅妈带我笑超久，那小孩不知道我笑超久，我的妈为什么要这样？小孩子听得懂吗？我在讲话还谈。我相信这个飘忽者应该很会，飘忽者来用吗？吓一吓。DMC 又不用怕，那是小小的，那边乱吃东西。这首歌它的名字很长，这首歌叫做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接完这个。